顶届迄器材采购就把代志竟然无法度甲林子健逼走。我早甲你讲过啊，这小查某就是剃扫帚啊，倒一个查甫目着伊吼，绝对落座啦。而且吼，这查某面皮是够过病，真正足歹对付的。至少有人会想办法解决，无参像你啦，替你开好一条路。 你嘛无在调，是较共读开，爷爷叫，叫你跋到秘书教，讲唔知影检讨，一直听你幺爸吵。我哪有啦？我只是，我问你哦，你即马是毋是去煞着林子谦啊？爸爸，歹势啦，我对即支嘴吼，实在啦，我歹势，我。我无歹意啦。 阮头壳拢是笨手，无怪哦，无甲这个形。阮头母毋免地甲遮尔安啦，你要做好你家己应该做诶代志就好啊，靠伊去嘴啊，莫遮尔狗话，啊若无效果，你家己担。好啦，我知啦。若是要互你子轩离开，我已经计划好啊。 今仔日会替尤香水办庆生会，这是上好的机会，你着照我的方式去做。哎呀，我已经这个时间了呢。 咱路过去制装，咱动作爱较紧的，才赶会赴哦去会场准备。咱今仔去啊，嗯。拄则蝴蝶讲尤公总裁庆生会有邀请卡，我奈无收到。 这啥？伫这特别日子，予咱做伙庆祝由香水总裁代寿，诚心邀请恁参加 dress code， 女士请着兔女郎装。哎呀，原本计是讲只是家己人简单食一顿饭，替庆祝。 想袂到不甲遮尔啊大，佫爱穿兔女郎装。袁总裁属兔，可以用可能是想要回一个惊喜，啊，毋过伊佫惊我硬摇，所以无甲我讲。不要紧啊，今日我就配合大家，予袁总裁欢喜一下。各位贵宾，各位同仁。 虽然讲尤总裁身体还未完全恢复，也毋过恁大家对伊的心意，伊拢有收到啊。今日这个餐会，毋但是要祝伊生日快乐，嘛要表达对大家感谢，感谢恁对尤总裁敬恁大家一杯，多谢恁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 哎呦，是倒位来的兔女郎啊！ 啊，今仔日敢是办 playboy 趴？林子健啊，你这打扮袂输是制服店的小姐。进前啊，魏先梅在做酒店的时阵，嘛无像你敢穿哦。子健，妹呐，我今日收到通知。 讲庆生会爱情兔女郎，我是互人设计。
足准的。林子倩，看起来哦，全世界只有你收到通知，啊是谁给你的通知啦？李贝，你的口味有这么重哦？你听过伊，伊的邀请卡顶冠写 dress code 是兔女郎装，你就是要害我，让大家看笑话是？要紧啊！既然我拢请安尼来啊，就当作是一个表演的节目，好小心怀疑者。余总裁，生日快乐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麦克唱啊，感觉无够见笑。蝴蝶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创伫李寿啦？你这样就歹心诶！伊本来哦就遮晓啊，大哥嘛伫咧李白身躯比赛奈，既然哦伊遮尔爱等，我着互伊等一下较有诶。我即马就等互你看。啊！林子倩，你家己爱等，穿到遮尔老，阁想要叫你穿诶？兔子装有足侪款诶啊！你嘛会当穿迪士尼版的，迄嘛足高级啊！是你家己哦，硬要选这款短身仔的，你搁怪我？你搁硬要？但凡你回来，但一定有代志。你这查某真实是袂堪的。可以哦，你赶紧来赶出去啦！要若无阿姨哦，真是向歧视。我无法度接受我的女朋友。穿安尼，予人看了了，尤其是咧人客啊，搁员工的面头前，以后我的面子要放伫倒位？这个面子有甚物关系啊？这根本无严重，是不是有严重？是我咧感受，我就是无法度看到伊穿安尼，对我来讲是敢若无穿衫行咧路咧，下时下情。总裁，是的啦，我穿安尼害你无面子，生日快乐，我先来走啊。启妹，去去摇伊，去安慰伊啊，紧的啦。就是啊，你敢有需要甲话讲到遐尼歹听？你紧甲子倩回室内啦。我是要回什么室内？着连婚约哦，我拢要重新思考啊。你若是要结婚，你是要行使监护人的权利啊？什么监护人委托书？阿姨有请律师，啊，搁一个语言专家，啊，搁一个监护的公证人。阿姨有做伙写一个监护人委托书，就是要将伊所有财产甲股票，拢委托启宏来管理啦。要毋过，迄个时阵阿姨想讲，要让启宏赶紧会当结婚。所以就超工，伫内底加一个条款，啊，迄个条款哦，就是讲这个委托书必须要启宏伊结婚了后才会生效啦。哎呀，我靠势捡势误着，竟然漏交过一条，我根本袂当该扫互你，颠倒爱甲伊烂掉掉。啊，真正有影气死，袂当趁这个机会，让林子倩离开。想袂到尤香水委托书，搁一个蛋书，想可能有时我竟然无看到，明仔日哦，才会拍一支予家己搞。啊，实在是，子倩，你莫行遐紧啦，我是会甲你回信的。你听我讲，我的心脏爱熊熊跳个真紧，可伊是予姜开用迄个歌仔讲一个，去影响着。你现在就推了我一条路，不是安尼啦，只是我熊熊看到你这么伤心，我的心真正就痛的。干嘛呢？就算全世界人拢看我的笑话也不要紧，不过你到这看的话，真正让我就伤心的。我不
拜托你啊，莫阁哭啊啦！看到我规个心乱糟糟，唔着好佳哉，我早着想好借口。这些事啊，其实是最近我身体状况较无稳定，是有原因的。是发什么代志？你身体是出什么状况啊？你嘛知影，咱要结婚啊，我就希望哦，一切拢会当真完美。不过我惊这個晶片阁出状况，所以我就加倍迄药仔的量，啊，想袂到真正是加过头，所以哦，来证实我有淡薄无稳定啦，请你原谅我。啊，不过你是医学方面的专业，对家己身体状况嘛真了解。啊，用药啊，你顶落真细腻，哪有这种差错？啊，我就紧张啊！你从来不安呢，马哥。是的，你的心跳从来不这么紧。我想你的晶片可能出什么问题，应该好好检查一下。我是在做啥啦？哪会想拢无想，就去斟伊的酒？这嘛是安怎？哪会拢袂讲话？是不是无爽快？要去骗伊无？无啦。我是咧想吼，迄药啊副作用会影响着我的情绪，去伤害我上爱的查某。我甘愿啊，卖用药啊。你哪会当卖用药啊？你的镜头若是压起来，是咧思考，我无法度思考的。害你这么伤心哦，我甘愿我家己疼死。竟然叫我拍醒。最近真正足奇怪的，啊，即马讲话遮尔啊肉麻，啊，不过拄则伫咧会场的时阵讲的话，我真正害我足伤心的。我拢有嘴讲甲无烂，即个查某搁咧张，好，我连唔相信，我无在条制服你。讨厌的感觉拢无，敢讲林志倩真正像酒吧所讲的，是帝都正的转世是有毒的，安尼袂用钱，我的心一定要了知。哦，你是不是过去网络找什么男女朋友冤家的时阵，指标真就当卖个冤案话？你是唔通甲我讲，但是你就要求咱来去结婚哦？拄啊好，夏威夷，咱来去结婚。强凯勇，你够有心思靠讲生笑？我无咧讲生笑，我是正经的。我真正袂当无你，我是真心实意的。有啥物哦，比直接行动搁较有说服力。林子谦小姐，你敢愿意甲我做伙去登记？无大，即马我干会当先甲头洗落去，等过妥当了后，才想办法赶紧甲离掉。